间谍新小瓜，求生演技大爆发。你讲的是好话，不能讲出来，太贱了。不要看搞爆眼的。对啊，他说他说谎的话，他会一直往右边看。他刚刚一直看我的脸。之前我们在校园访问过他，他说谎的话，他不会是这样。我平常我不会说谎啊，平常有啊，你整个人生都在说谎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锁定东森超视33频道《王牌谍对谍》。